好，黎明阳老师，请做讲评。国王，你整个唱法，我实在蛮喜欢你的唱法啊，就你整个很诚恳、很温暖，然后你唱歌其实很感人，简简单单的诠释，其实这样的感情，我觉得是对的。这样子的状态下，其实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口气不够多，会靠里面很多的，也许抖音啊，或者是滑音的方式啊，那些都不够，都可以再加一点位数了。不然我觉得会淡了一点，但整个感觉你这样的走法是对的。那刚来讲一下那个主歌啊，其实你主歌第一句进来就太小心了。其实你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，我想哇，这个歌他一定会唱得很好。那到副歌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讲的，就是你那些位数啊，那些口气放不够多。还有一个是副歌那个行李沙米沙一。然后那些尾音到碰到季的时候，你的滑音都会稍微慢一点再到，好，那慢一点再到的时候，其实会有音准的风险。那这是给你在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建议。那讲齐安啊，我齐安有勇气哦，选这个歌，这个歌这么难唱，然后你进来的时候，你的主歌的你的共鸣位置我很喜欢，然后我觉得里面唱很多细节是有内容的，你有在处理歌，有些地方你用假声唱得很好，可是呢，一到副歌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很高，你很多的尾音都是音不准，原唱是用假声唱，我记得很多地方都用假声唱，可是你用真声唱，但是真声唱的时候又刚好差了一点点，我觉得你一直在顾那个 pitch， 所以你整个副歌的流畅度不够，我觉得产生了一个这样问题，所以其实以后在定歌的 key 的时候，自己要再注意一点，到底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发挥得更好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，这是一点意见参考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徐正明老师请。从这个 A 段我很喜欢。我觉得这歌情绪的这个拿捏非常非常好，好，唯独可惜是在副歌。我后来很仔细去研究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是那个老问题，就是拍子太拖了。好，其实有些地方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样刻意去拖拍，因为拖拍当然有些时候情绪会给了很多，给浓，可是它的变成力量跟不到那种到位的扬起来的力量就不会够。变成你又把它拉慢，越拉越慢的时候，就变成你跟 A 段是一样往后拖，就会可惜这首歌。要不然这歌其实后面的力量应该要某些拍子一定要在位置上面。我觉得你可以去练习拍子，因为拍子对你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尤其在进副歌地方，你不用刻意拖拍，自然会有力量，因为你的声线情感面是很好的，不需要刻意做太多这种刻意的安排，好不好？提供你一点意见哈。齐安其实这个歌其实蛮难的，坦白说。但我觉得你其实 A 段唱得不错，因为有点在叙述这个歌的意思啊，因为原来这个原唱也是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，其实你在前面的 A 段其实讲得非常好。那我觉得副歌是因为你想把情绪多给它浓厚一点点，所以听起来有些副歌地方的拍子跟那个尾音是不准的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还有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，这个音是这样唱吗？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，不是等不到结尾，音是不一样的，你要去听一下，原来原唱不是哦，等不到结尾，他是这样子，你是等不到结尾，这跟那个和弦是不太一样的，你要注意，如果你要短，你就是要转，你要把你转下去，那个音跟这个和弦其实是错的，好，你要注意这一点。第二个，其实我只害怕清醒不一定要拖拍拖那么久，你仔细听，你其实到最后那个最后的，好，最后那一大块，其实虽然乐队其实情绪是变慢，但是你比他还慢了，哦，其实在舞台唱歌其实速度稍微要快一点点，舞台在唱歌如果速度变很慢的时候，就会只会让这个情绪往下拖，好，要不然其实唱的是不错的，好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左安老师请。国宏，我觉得你今天很棒的是，其实沙弥沙利这首歌哈，宪哥唱的就比较市场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国宏你唱的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有气质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的优点你一定要保持住啊。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。
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我觉得在副歌升 key 的地方可以再更漂亮一点。好，那个你其实是有抓到，可是是你是有点这样子斜斜，好像才抓到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你应该那个是要升 key， 你要再给他给我们一个那个英文讲 impact， 一个重，让我们达到哇升 key 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那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达到，先可以拿到分数。可是今天我给你的分数还是很高，加油！谢谢。起来。这首歌真的是又捏了一把冷汗啊、那个笔记我都做到我自己都有点乱了，因为其实齐安你真的快要过关了。那真的要点一下，就是说你在 vibrato， 我觉得你今天有放浅，因为你前你大概做的幅度是这样，你放浅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沉默的默跟承诺的诺，寂寞的默，没有错的错，几个独秀的秀，你去看，如果你做个心电图，它的幅度都一样，你没有做到一些层次的。你虽然放浅，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深浅的 vibrato 的表现啊。然后那今天高音真的是都用喉音在吼嘛，太完美的完啦，结尾的结这些等等，其实都不是很好。那包括滋味那边你自己气不够了，那个换气也不够漂亮。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。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好，因为齐安可能这两个礼拜都感冒嘛，是，但是有时候感冒你还会懂得用技巧，不然你就硬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是福不是祸哈。来，我们看看两位，洪国宏是90.5，陈齐安90.4，今天有没有机会把陈齐安打下来呢？看起来好像蛮有机会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算是四平八稳。对，陈绮安这首歌难度比较高，但是他又很聪明的技巧，用技巧把它带过。是，我们来看看洪国宏这一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看洪国宏可以得到几分？80.81, 80.82, 80.83, 80.84, 80.85, 80.86, 80.87, 80.88, 80.90, 90.90分。老师平均分数18分，90.3，平均90.3分。如果是90.2，然后没有，起码要90.1，才平手。好，齐安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看陈齐安可以得到几分？80.81, 80.83, 80.85, 80.86, 80.87, 80.88, 80.90, 90.4分。老师平均分数18.1分，不错啊。今天算过关哦。不然你担心的是，其实就是感冒啊，不过有一直在休养自己这样子。不错啊，那洪国宏也是越来越接近了啊。也谢谢洪国宏了啊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恭喜啊，齐安，惊涛骇浪中又过关了，是第八关呐、啊，第八关了，再两关，这成为真正的这个终于过关了，不是终于，这两个礼拜身体要养好、啊，对，一定要养好，对，不能有闪失，身体要保养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齐安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，恭喜参加卫冕八关。